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响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挥掌闪亮，梦想将起航。响啦啦嘿，炫酷变装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堤坝小英雄，洪水，泛洪水了！我们来比一下谁做的手工艺品最好吧。我先来，看我的护卫队微缩模型。哇哇，完美吧。哎，看我的，看我的立体故事书。哇，大家生活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，怎么样，我还可以让它变换场景。太阳落下，月亮升起，小朋友们也回家休息喽。小英雄闪电来了，很棒吧？今天我赢定了。哎，风暴，你的作品怎么玩啊？给你们展示一下。这可是我用了好长时间才做出来的辅助球，它非常非常重，穿上它最多只能走五步。今天的任务完成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可以进行大强度训练了。所以他们唯一的特点就是特别重。对啊，那这不就是两个超级难看的沙袋吗？不，这也像是你的东西。警报！警报！有任务！警报！警报！是河狸李丽！洪水！洪水！哇，水都漫过警戒线了！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来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标河狸堤坝。宇宙护卫队。出发！闪电！彩虹！风暴！出发！是！风暴击车！彩虹击车！闪电击车！雨停了，可水位还在上涨。上游刚刚也下了大雨，不久这里还会迎来一个更大的洪峰。必须开闸泄洪。闪电，你快速赶到下游，一定要确认河道附近没有居民活动。交给我吧。疏散居民需要时间，水位又涨得这么快，必须抓紧加高河岸，不能让水漫出河道。我们都可以帮忙，我也可以帮忙，我也可以帮忙。彩虹，带着大家去多准备一些沙袋。其他人跟我一起加高堤坝，行动！耶，行动！嘿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你好。你好。风暴，我是狐猴卡卡，你是我崇拜的大英雄，你的风暴力量太厉害，太棒了！我先去干活了。加油！
我来帮忙。卡卡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，你还是去帮大家加高堤坝去吧。这个我行。庄船等等，快点来啊。没事吧？好疼。对不起鹏鹏，你没事吧？我卡卡，这些绳子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捆好的，怎么又给弄散了？对不起，我就是弄得这么乱。我只是想帮忙。差不多了。鹏鹏，附近的居民都通知到了，已经确认下游的河道附近绝对没人，我这就回来帮你们。还不行，闪电。你得继续留在那边巡查，确保泄洪结束前没有居民接近河道。好，那我先多转两圈。泄洪开始。糟了，过不去了。通往泄洪闸的路被洪水淹没了。是不是把闪电叫回来啊？恐怕不行，保证下游居民的安全同样重要。闪电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可是水流这么急，谁能去打开泄洪闸呢？就是啊，谁能？我可以啊。等等，卡卡，快回来！没事的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水太急，会有危险的。不会的，放心吧。你们看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你们就让我做吧。风暴，你看，湖河有极强的跳跃和平衡能力，我觉得可以让他试试。没时间了，水流越来越急了。风暴，河岸上的沙袋撑不了多久了。好，卡卡，沿着箭头的方向旋转阀门，要注意安全。稍等。原来是这样，狐猴的弹跳和平衡能力超强，可是上肢力量却很弱，所以它是转不动阀门的。卡卡，不要再试了，快回来！对不起，没能帮上忙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我有一个计划，但是需要你和风暴配合。你是说需要我和风暴配合？负重球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热身完毕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一、二，看你的了，卡卡。现在风暴在彩虹能量里已经没有重量了，可以推着风暴往前走。没问题。搞定了，耶！来来来来，风暴！风暴！风暴他一会儿能量炮就会自动消散，风暴会落水的。卡卡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救他。
彩虹，解锁！风暴力量！水流太急，风暴，你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有负重桥。耶！成功了！哇，太棒了！我们成功了！风暴，我在通讯器里都听到了，你的负重球太棒了！是啊，多亏了它才能化解这次危机。其实还要多感谢卡卡的帮忙。没什么，不过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这么冒险了，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。知道了。让咱们一起感谢最棒的堤坝小英雄。小英雄风暴，在我的 T 恤上签个名吧。好。勇敢的护卫队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风暴彩虹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危机时刻为你出现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勇敢出发，全速前进。